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小西。很多人都喜欢养哈士奇，因为他们可爱呆萌，常常会惹得主人哈哈大笑。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比较莽撞，好奇心也很强，经常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，也经常会欺负别的动物。国外有一家人养的哈士奇却让主人大为改观，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大家跟着小西一起来看看吧。这家主人有次在外面捡到了一只小鸡，估计是鸡妈妈带他们出门的时候落下了，这可让小鸡急坏了。于是好心的主人就把小鸡带回家了。当他回来的时候才想起来家里还有只二哈，这可咋整？万一二哈欺负小鸡可咋办？本以为这只小鸡活不过三天，可能就要命丧二哈的爪下了，却不料哈士奇变身成为超级奶爸，自己小心翼翼地照顾小鸡，这可是让主人大跌眼镜，把小鸡当成了自己的宝宝了，弄得主人哭笑不得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，主人也就放心地让二哈照顾小鸡了。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，本来以为两只小动物还会像以前那样生活，却不料两个月后画风突变，跟之前完全不同。原因也很简单，是因为小鸡长成大公鸡了。二哈一看小鸡没有以前可爱了，就开始呼风唤雨了，浑身流露出他才是家里老大的样子。只见他让鸡踩在他身上，给他来个全身按摩，自己却很享受的躺在地上，一脸的我把你照顾大了，也该轮到我享受享受的感觉。你们认为这只鸡的心理活动是什么呢？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。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，不针对任何团体和个人，由小西编辑制作。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